蔬果不撒农药竟然也有毒。苹果它的农药残存哪里最多？苹果一旦有农药，它大部分很多是在里面。一般的这个玉米的时候，它的这个药是从这个玉米芯里面打进去。即便说哈，天然的干净的这个蔬果你都不撒农药，它自己会产生化学物质。我们播出去就播出去了。